后情况公安机关在调查，具体进度还不太清楚哈、要以公安机关那里调查的为准，现在还不太清楚。现在局领导在开会啊，过路啊，在安排，在调度在这块工作的。该调查的嘛，有两个新的情况出进展了嘛，还会在第一时间发布的哈。这个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，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有出什么结果，我们调查清楚，然后到时候会澄清这个事情的。